又到了大蒜上市的季节了，今天教大家一种新的吃法，喜欢的家人跟我一起学着做吧。首先准备一碗大蒜，给它掰开，加入清水，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。哥哥姐姐，视频录一半，小家又出来露脸了，你用这张屏幕帮老弟点两下，点两下，也支持我一下。老弟祝您往后余生多挣钱少生气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。锅里放半勺食用油，下入大蒜，小火给它炒至大约四分钟左右，炒至这个大蒜全部变成虎皮状，加入半勺烧烤料，大火给它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。以后你老公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你就给他做这道下酒小菜，做法超级简单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，没准还真有点用。